出事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直接下去。你可以抓旁边那个。那你下的过程呢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抓抓边边这样。今天就是拍摄像水一样 MV 跟专辑的内页，刚刚差点要我的命啊，超深的，这个真的是潜水在用的游泳池，很深很深，脚碰不到地。还有刚刚很专业的教练摄影师，他们带我 run 好几次，慢慢习惯下面就觉得，哎，其实在下面的水底世界还蛮好玩。蛮有成就感的，今天画面一定超棒的。我的衣服，我衣服就是专辑里面最害羞的一套衣服，完全透。可是我觉得很酷，是因为它可以让我的刺青若隐若现。嗯，对啊，然后在水中就很像羽毛在那边飘来飘去，跟我的头发相呼应。你看这边，这样一摸，刺青就。跑出来，一摸刺青就跑出来，非常 OK OK 。